还是雪景的老师真的太牛掰了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听到他们的歌声，挺欣慰。对不起啊，这是在说什么？我鳞片。啊，华丽！来，比较有鳞片。来，这边那个我不叫，不可能的，哥哥。早上好，各位。不会坐在旁边吧？应该还有假的，假的。谢谢啊，谢谢道具组，谢谢导演，谢谢各位大家。没有让我拿这个，我靠！这先让你试的，没有，怎么可能不开心？谢谢。但是我给你把那上衣都给你涂吧。整个人都不好了。有进去吗？拍这条鱼的时候？要 ，yes。还有特写、啊。来吧。不要搞特写了，是吧？砰！一条鱼砸在脑袋上。啊！真的。不是前面那个鱼最搞死我了，那个鱼最走。咚！你讲的假的，对。这鱼是要这么打，往下呢，哪有这么打，往下呢，哎，可以上，哎，等一下，这扎我了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加油！我觉得这个不能放出来，当然，我觉得特别丢人现眼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知道丢人现眼，你就来不丢人现眼。我不是现在拍了吗？我不是认真的抓着他。太好了，我怕这个他出去以后别人也说丢人现眼，给我谢谢。但是你要是完成一个转变，就牛逼，最后拍到你那儿。他认为成长给他没有一线了，来开机开始。哥你看我捡到一条鱼，哥你看还有一条鱼不要被冲走，哎，保一点来，好了，要多保一点来。好演员呀，演一个要求保一点，来，开机，好，停，过了，过。今天险些造成事故，因为之前选的地方几乎被完全淹没了，在坚持的过程中，河水不断的上涨。感觉像要发山洪一样，蛮危险的。那真的太难了，真的太难了。你建设100次，你看的那鱼怕还是怕？没有水的时候想在这儿拍吗？现在有水了，这高台也白搭了，涨了这么多。还有一墨吧，别墨。好，你跟我们，咱们去吧，咱们一起去那边吧，咱们去。现在已经还在涨呢，还在涨，已经都是水。泡的。对。我过来的时候，监视器那儿已经都没了。不会。剧组人都困在这个救生艇那儿。其实是
毁灭性的影响。我们现在外边这个滩涂已经淹掉了98%。这个很危险，这个。还要大。其实有的时候是老天爷在教你啊，有什么叫顺势而为啊，就有的时候你去了以后结果发现他就是没有，后面几天全都是一直停嘛，这个可能我没法做到像好多大艺术家一样，真的就为等一场等一个晴天，然后空他半个月在那儿，人事马位各种制片的压力啊，各种压力都很大，后来实在不行那就雨拍呗。就一群人在雨中昂扬着，在雨中那么带劲，你知道吧，他突然这种环境的冲突更彰显出来那个内心的那些力量。哦，会遇到很多很多就是很难克服的障碍，你这个其实有的时候那种困难跟这种障碍你去直面它的话，真的说不定能挺过去，或者是适应它，或者是不怕它。熊熊挣扎跟斗争，今天竟然抓起了一个大口大口的在撕他们，不想让他们失望，不想耽误他们的时间啊。没有，这是角色嘛。角色吗？很少有那种情绪波澜在外边的时候，但是有好几次还真的有点忍不住。我觉得这个职业挺让人值得尊敬的。人生每段，没有对错，喜欢你就投入它，享受它，享受的不仅仅是乐趣，以及它带给你的烦恼、痛苦。革命尚未成功，真的是后面碰到的问题可能更大。张一信，今天太阳这么好，心情怎么样？高兴高兴高兴，千家万户响了一个声音。哇，这个我们是怎么？你再跟我讲讲呗。就吃鱼，没什么别的，就是。在哪儿吃啊？我还要去拿那条鱼吗？不用了，你直接递给我。吃着特美，你叼着它也行。行，我一会儿一定会给你吃的，哥。什么叫给我吃的？因为你也要吃啊，那个剧本上写的是这样的。刚刚听到一些，气点事儿，开始想招了。人生就是这样，有些坎儿必须要过。卖吧，赶紧卖吧。从此以后你就喜欢上了刺身。不是，我喜欢刺身，但是刺身不是吃鱼啊。刺身不是吃鱼，不是，就对我来说这个概念里面不是鱼，就是虽然他们叫鱼，但是它是长方形的肉。也没有刺，也没有什么内脏器官的。那我让告诉你，长方形的鱼肉，一个手捏着头，一个手捏着尾巴，它就剩长方形的肉。那我也出肠子了。肠子，肠子平常是活的，试试滑滑。是应该放点什么柠檬啊，去一去腥味之类的。瓦萨比啊，瓦萨比都太绿色了，还挺挑食，还得柠檬。
不是他那个腥味吧，你受不了吧。啊，你吃三文鱼如果有腥味你也吃。你要酱油吗？不要，酱油就过了，就放点就是大家看着就是没什么味道，无色无味的那种东西可以放。芥末也不能放，因为芥末有绿色，柠檬那个水它别人不知道就看不出来，我也只能这样满足你，谢谢。这是加了点味道的芥末。别吓他，还吓他。小心点。哎。就把这块整个豁开，然后连里边肠子什么的全都豁出来。来来来，没事，不耽误时间了，咬吧咬吧。嚼完了以后就各种表现，不光吃啊。没有，好嘞，预备，开始。哇！哇！哎呦我叫了一声，这鱼没叫，你说那个嘴那挤出来那一下，那个自然那口，这怎么能叫啊？这我也在这蹭的。里边看一眼，看不见吗？啊，行，没事了，看不见吗？看不见，好了，没事，每个人都有这一步迈出去就没事了。人生就是这样，有些坎你必须要过，迈过去就迈过去。加油儿行，加油行。导演，能拍吗？啊，能拍吗？拍。好了，预备，开始。笑容啊！我走车了，这齐了我。对，我觉得是不是应该